了印尼选手，第二轮是战胜了阿联酋的组合，第三轮呢是战胜了中国香港的李静和张玉。李静和张玉啊，也是上届多哈亚运会的这个男子双打的冠军。那在半决赛呢，是战胜了来自韩国的郑荣石和金文熙。马琳和许昕呢，是在四分之一战胜了新加坡的杨子和高宁。半决赛呢，是战胜了日本的松平健太和丹羽孝希。今天啊，这是乒乓球赛场即将要产生的第五块金牌。大家看到，这是中国男队的教练肖战。肖指导呢，他原来是四川队的，也在国家队待了很多年，也带过女二队。刚才啊，我在这场决赛之前，我还特别邀请过他，我说肖指导您来给我们做一场解说顾问。他呢说，因为赛场上有他的队员比赛，他特别想看看这个队员的表现。当然刚才我们现场记者周道也强调了，也特别突出了我们要带着伦敦奥运会的这种眼光来看待这场男双的决赛啊，因为是8选3，并且呢大家看到今天这四位选手是中国的三代老中青啊，马琳是最老的一代，其次是王皓，那么接下来最年轻的是许昕和张继科。好，观众朋友们，我们来看一下这场男子双打决赛的第一局比赛情况。对于这个决赛的气氛啊，在下午是许昕和郭燕先拿了这个混合双打的冠军。今天为了更好的介绍比赛，我们请到了国家乒乓球队的教练陈斌指导做我们的嘉宾。啊，好的。这男子双打其实在这个单项比赛当中是非常好看的，要如果只是从观赏的角度，它力量速度，然后男运动员的这种高质量的球，中远台回合会非常多。对，要说球的质量来说呢，王皓和张继科要好，要说技巧来说，马琳和许昕要好。对，4-0。哦，漂亮。张继科在前面几场球我觉得都还没有完全打开，就毕竟这个场次太少了，团体赛上了这么两场，然后到单项又没打单打。大家知道这个王皓是世锦赛的男双冠军，他和孔令辉曾经拿过世锦赛的冠军，那么马琳呢是奥运会世锦赛的这个男子双打冠军的获得者。哇，张继科频频用反手，那接发球这个反手直接得分，这板球看来质量非常高。对，他连续使用了三个。是。采取的心理战术就上来就用气势压倒对手。对，先搏杀。对，出手非常凶猛。哦，这个比分啊，在这个决赛当中是一般很少出现。对。这球张继科和王皓也不想打这个零分。
1-2，这样王浩张继科先拿下了第一局。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在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乒乓球亚运会的赛场。好，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为您带来这场亚运会男子双打的决赛。那陈指导，第一局也是出乎我们想象啊，这个上来张继科和王浩就拼得非常凶猛，对，所以一下比分就开了。对，其实这个比赛呢，第一局还看不出什么东西，是，人打到后面的时候就提出水平了，看看马宁和许昕怎么来抑制住他们的进攻。哎呀，这张继科脚下的这个步伐没有踩住，这球本来是完全可以拉着的，左腿突然没有蹬住地。其实从这个技术特点上来看的话，就是马林和许昕它属于两个直板，对，如果打队内比赛这种特别了解的球路，那么两个直板肯定是吃亏的。对，因为我们看王浩不能把王浩当直板，我们可以把他看成一个横板横板选手，因为他直板横打这个实力很强。 对，真正的大赛的时候完全的搏杀球呢，这种稳定性还是要欠缺一些。现在的马宁和许昕呢，他们就拼命的就抑制住，不让张继科的反手你能够发挥出来。看来这一局刚开局还是比较成功的。对，哦，许昕的近台的这个小动作借力反拉，这球你看身体运用的特别协调。对，这男队员打出的球的感觉上来说就非常的舒展。像这种球啊，在男运动员里，这个短球的轻挑是没有什么作用的。对，因为你挑不出劲儿，然后对方一个一个借力反思。对，而且男队员跑得比较快，你速度稍微慢一点，他都有机会去拉你。张继科今天的表现比上午明显有感觉啊。对，可能是有这种拼对手的心态。马林这个球，我们看他挑打的时候，他是带有摩擦性。对。他挑的角度很大。哦。这个球撞击的比较多了，有点翻挑，因为王浩发的不太转。马林的挑球呢，一个是破坏这个张继科的防守力，再一个呢，能够争取得到先上手的机会。他现在张继科用这个反手的这个接发球直接拧拉这球，陈指导您觉得就想控制他应该怎么控制？
我觉得第一个你的弧线不能高，弧线肯定不能高，因为你要高了以后他就有机会拧着你。然后还有一个办法呢，就是相对来说呢，就是你发球不一定就让他老是给你觉得是短球，有时候发长长球顶他，顶着他。你看刚才这个球就很明显，8-6，张继科发球，哎呀。今天啊也是决赛，因为在现场来了将近10,000名的观众，而且呢在比赛之前比赛的中间，那么在中间呢比赛之前也有很多这个文艺的特色表演，也给这个比赛啊增添了很多气氛和色彩。这两个直拍的选手在进攻能力上还不够，哦，漂亮这个球，王浩是从远台，现在这个球是从远台，大家看到他以为许昕要拉，但是许昕晃了一下啊，他扑上来之后人在步伐根本没站稳的情况下还敢于出手发力，并且是直线高难度。现在从两个直板的心态上来说，就是好像比较害怕跟他们打进入这种对抗的状态，老是想通过自己的技巧变化来打乱他们的节奏，但是这个还是行不通。就是男子技术来说，比强有力的进攻肯定是主要的得分手。是。这一局很关键。6-1，马宁许昕领先。嗯，现在是10-9，王浩发球，跑直线。这球其实是张继科啊，他本来想侧身的，也是一个位置没有站稳，同时他也怕许昕的下一板。漂亮，哎呀，擦边。哦，哇，张继科这把太凶猛的扣杀，这个球质量特别高，12-10。啊，真是没想到这板球张继科在这么不好的一个位置下，这么重要的一个比分，还是敢于搏杀。12-10，张继科和王浩呢，现在2-0领先。张继科这个球还能上正手冲直线，这个是。好，观众朋友们，我们接着为您带来这场男子双打的决赛。前两局呢是王浩张继科2-0领先于马林和许昕。我们现在来继续看一下双方的第三局比赛情况。
选手应该还是要建立在前三板积极上手的基础上。那今天呢，担任本场比赛男子双打决赛的主裁判是彭健，副裁呢是朗静，这两位裁判都来自北京。陈导，您觉得马林和许昕现在在除了前几板上下功夫，另外在相持球上他还有更多的这个办法吗？或者是说马林更凶一些，许昕靠后一点？其实我觉得呢，首先是要敢于对抗，他们现在打球的心态上不好，怕打相持，一个是怕打相持，又很害怕两位这个反手的领过来的球，所以他在控制上他也要小心翼翼，打起相持来吧，自己觉得对手太凶悍，自己又比较拘谨，所以在这样的心态上，如果想赢对手是很困难的，所以他们必须还是得放开一搏。球西短，哎呀，完了，王浩，这个球没想到王浩他自己都摔倒了，但是他又站起来了，相当精彩，这是一种顽强的意志。你看王浩已经摔倒，这球我们看已经放弃了，这跑得可真快，鞋掉了我估计这时候也能把它穿起来再跑。所以就像你说的，真正的男子双打是很好看，好看，确实好看。在7-3，马林发球，刚才许昕啊，他是用这个背面切了一板，对，这球你看，这球很高级，这球对很高级，成削球了一下，对改打法，而且是在近台的切，这个要相当手感，好球。其实对手强攻过来的时候，你如果是软的球打过去是没有用的，在篮子技术。对手下一板再冲你肯定没办法，你只有强硬的顶过去，这个球才有对抗性。不过陈导今天啊，明显感觉两个直板打的这个球啊过稳，搏杀不够，特别是相持对抗当中，你比如说马林这个球，你球太软，挡过去没有用，还可以再拉他们俩，是因为对手确实抢的比较凶，而且质量很高，你看，对吧？这样的球，你如果你没有很强的质量给他，就特别主要的问题就是马林现在感觉他的质量比张继科、比王浩啊，要低一点，要低一点，是。其实他还是要放开去搏杀。对了，其实从场面来说，两个直拍是比较下风的，因为短球呢又害怕对手领，长球呢又害怕打相持，对手也特别强。现在9-6，来看许昕发球，侧拧，王浩补。
马林，现在马林呢要求暂停。两位直板选手的正手没有发挥出他们的应有的杀伤能力，这个球就显得很难打了，因为你的反手技术没有另外两个反手技术强。对对对。然后呢，自己在正手当中的对拉当中，我们就作为直拍来说，他比较害怕进行对抗，这个就显得很弱势。还有一个就是对垒比较熟，发抢这个上面直拍上不了手。马林现在就是他的正手没有特狠的球是吧？对，他特重的那种球没有。有人说他对这个乒乓球的现在的打球的那种感觉啊，已经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是是。就高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可以用很轻的力量打死。但是在中国这样高水平对抗，熟悉你的人，你就很难做到。就得来点重的。就给你来点真的，还得。就跟你就让你没有时间去做旋转。是。9-8，来看马林。许昕在暂停之后，这两分球怎么打？来短高了，哎呀，机会！这球太可惜了，平时可能是机会，真到决赛这就不叫机会。对。这个张继科你发现没有，关键时候正手总是出问题。我一看到这机会我觉得颤颤悠悠的，这球对，他可以打出很漂亮的球，但也可以打出比较低级的球。是，这是一个年轻运动员，他没有完全成熟，但这也是他有冲劲儿的地方，有起伏。哎，有了，王浩削一板，许昕啊，许昕使足的劲儿没拉起来。这个球真的是很赚的，这球我想如果许昕啊再搓一下，这位置完全没有了。马林高抛往后拉起来，你看张继科这个球真的很高级，许昕拉过去的质量也不算很低，但是他能找得到这个点。大家看这个球啊，马林还是没挺住，没有站住。这四个人当中，我发现马林在正手的杀，就是这种质量才高，好像弱了一点啊。本身许昕也不是很强，可能后面马林我相信会有强的一面。对，看看如果这局拿下还有。白短，哎，也擦网。终于马林许昕扳回了一局，12-10。这个球也非常惊险，这是这两个直板打得最漂亮的。是，双方在前三局就打成了2-1。好，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回到广州体育馆，为您现场直播这场乒乓球男子双打的决赛。那么许昕和马林对张继科、王浩呢，现在在前三局是王浩、张继科2-1领先。
陈指导，您刚才讲到马林这个现在打球的这种最高的境界啊，已经达到了不需要高质量的这种强性的进攻，而是用一些小力量就可以这个赢得比赛。您觉得就是说马林是在这种强大的进攻里面，他还有没有这种能力？您认为？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这几续连续的比赛他都输给张继科。马林唯一怕的就是张继科这种打法，根本不给你在球稳的这个变化，根本不给你在球能停留在板上的时间，他就是很重，你根本就全甩你，哎，你根本就卸力不了这个球，你卸力不下来，所以他就没有施展他的机会了。没有空间来制造变化，对，那个球太重了，所以他一般力量的人，他可以让你有劲使不上，或者他能化解你的力量。好的。而这种大力量的球的时候，他化解不了。目前来说，就目前的这种双打的比赛过程当中，他必须要去突破这一点，他的球可能还会上升到更高一个境界。我们所说的他这个境界，就是他能够把球玩弄得特别好，漂亮。这个球啊，是张继科在接发球，他用反手侧拉的时候，他这个球角度直接拉到了这个斜线的小角，这一般这个角度是拉不过去的，对对对，超高难度，超高难度，真的是水平真的太高了。今天张继科表现呢，确实比前面的所有比赛打的都要更好一点。你看马林连续这几个正手拉得都非常的好，他必须还是要建立一些强大的攻势，敢于去对抗这种强高质量的球。反手，这把反手啊，一板爆冲，真的相当高级。是，这也是应了这个乒乓球的发展方向，在任何一个角落无死角的可以进行进攻。原来我们是强调突出正手，反手为辅，是吧？对对对。然后呢，积极主动，但是现在我们不是，现在我们任何一个方向，反手刚才张继科的一板爆冲，也可以代表这个乒乓球的发展的方向。对。现在就是提出了进攻无死角嘛，无死角，调打。这两个球可能马林啊要稍微放慢一些，注意控制了。因为张继科、王浩在落后的时候肯定有一些强大的攻势和搏杀。今天我相信啊，在全国的各个地方都有很多喜爱中国乒乓球队的这些球迷和观众朋友在观看乒乓球的比赛，因为中国乒乓球队每一步成长也离不开他们的关注和支持。你看许昕和马林总是在击球的时候突然想改变方向，其实这样的球对于王浩和张继科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用，不大，哎，你还不如上去就用力爆挑，哎，爆挑可能还能赢得一机会。好球，
看马林刚才这个球想利用这他切的这个功夫，其实这个球没时间切，没时间就直接你就不用切，这球直接就推出去了，就推出去，你可能你打快一点可能对手也挺难受的，他们就是你先这么多分的时候你真的要搏杀一点，如果你太求稳的话你就自己很有压力。对，八比十，白短许昕抢拉，你看许昕这个球、哎、这个质量不够，对不对？不够，你上来你就得拉，你就根本就没有机会去做旋转啊，或者弄一个落点啊，没有用。是，因为太了解了，这种球该发力的时候一定是要发力，要狠了发、要不你就拉得最转最转也行。现在九比十，王浩发球，马林接发球，挑直线。你看这样的球就是这样，你必须要爆挑。危险，这球也危险。但是你如果按照正常挑的话，这球就上台了，对手。是是。这样双方呢在这场男子双打冠军的争夺战当中前四局就打成了2-2，我们还是休息一下，继续为您带来这场男子双打的决赛。好，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回到广州体育馆的比赛现场。这场男子双打的决赛呢即将要进行的是第五局，在前四局双方是打成了2-2，在这之前中国队已经取得了四块金牌，男子团体、女子团体、混合双打和女子双打，这是中国队的第五块金牌。男子双打呢，从这个以往的亚运会的这个成绩来看，九零年是中国的马文革和陈志斌获得了冠军。那么在98年的时候是孔令辉、刘国梁。在4年以前的多哈亚运会呢，是中国香港的李静和高礼泽获得了男子双打的冠军。这局啊，陈指导可能是最重要的一局了。对，很重要。上来的这个球呢，还是显得没有去搏杀这个球，但是比前面两局已经好多了。好一点。比第一局和第二局好多了。底线长的偷袭。你看，就像这个球一样的，你想反手领，我也发个长球给你。但是就是许昕领过去的球质量还是不是特别高。马林现在这版下旋球的抢冲总是觉得他的位置不到啊，没这个时间。 对， 对，可能如果是打单打的话，可能他的这个质量命中率都会比现在要高，但打双打可能还是有一些配合上不太一样。陈导，您觉得就是在后面两局包括现在又发生了哪些非常明显的这个变化？后面啊，我是这么认为的，就是一个呢，作为直拍选手，你要跟横拍进行对抗的话，你首先是你要积极主动上手，对吧？你可以发挥你的优势，控制台垒球，然后你积极主动上手。但是从这两个直拍的正手的能力上来说，不如对手。
这个显然是很明显的，在场上看上去。现在就是吴敬平教练呢，就是我们经常会谈到一些技术，比如说王浩的防守，他不是平挡，你拉过来的时候，他会用反拉的方式跟你顶过去。我想他得到这种感觉，是因为看见马宁打球。你们看马宁现在打球，只要冲他反手，他就是挡。对，就像你刚才说，切是切不住的。是，他挡，但是挡过去，如果是双打就不行，单打你塞一个位置，他跑不上去，但是单打的跑的位置很多。这局啊，王浩和张继科显得特别强硬。对啊，尤其是在进攻这方面，都是高质量的抢拉抢冲。3-8。如果说马林和陈启配合的时候，可能他这种变化呀、落点，可能还稍微压力没那么大。但是要看到一个，就是你看到一个问题，陈启的正手的威胁比徐昕要大很多。如果两个人都不大，这个球你就很显得很被动。不好打。对，如果陈启跟马林配的话，马林来控制，陈启来进攻，这就有攻有守了。现在看来，许昕的这个能力上还需要提高，因为毕竟是一个年轻的队员嘛。许昕还是跟他们比显得慢了一点。5-5，王浩张继科拿下了第五局。好，观众朋友们，我们接着为您带来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双打的决赛。现在王浩和张继科是局数上3-2领先。我们下面继续为您介绍双方的第六局比赛。马林和许昕会不会加强这些硬性的这种搏杀？我觉得如果你想取胜，就必须要必须要。你看看这两个球，显然他们的就是在拉的过程当中，他的球速出来太慢了。
所以对手老有机会能反攻，而且反攻过去的球质量还很高，所以这球你就必须要往前迎着顶着冲出去，这球如果是输了你也得这么打。关键是马林和许昕现在就一个问题，杀伤力。对，2-0。其实呢，今天啊，我们从场上的情况也看到，这个中国乒乓球队啊，竞争太激烈了。对。啊，这种双打的决赛，大家都非常希望拿这个冠军。对。大家谁也不愿意放过一次机会。现在场上的局势啊，对于马林和许昕来讲，越来越危险。有的时候吧，看上去是需要搏杀，但是你如果不具备这种能力，你让他去搏杀，没办法，他也是没有办法的。你让我跑，让我动，很多时候我腿动不了，我就跟肚子似的杵那儿了，他动不了，没办法。其实如果说，都是跟欧洲队员比赛，王皓和张继科的球，从威胁的角度上来说，说不定还也跟那个马林差不多，因为马林和许昕这种打法跟他们两个风格上是不一样的。王皓和张继科呢是大比分领先，6-1。王皓发球，马林挑直线。不过马林啊，他也经历了很多大比分，已经把他逼到绝境的时候，他逆转的球也很多。但是双打非常难，因为你可掌握的不是你个人，你还有同伴，你行他不一定行，他行你不一定行。对。这个球就是防着张继科拧，所以发了一个长球，结果发失误了。张继科拉球拉直线，这球人啊是非常主动跳起来拉的。这场球张继科是打得非常好，当然王皓也打得不错。好球，你看这样的球如果在前面发生多一点，可能就在第二局的时候有机会拿回来。那也有可能就是说，一个是他能力不到现在，第二个呢就是说他没机会搏，他总觉得别人控制着他，对方让他无从下手。对。8-3。现在已经到了整场比赛的赛点，王皓张继科10-3，大比分领先，局数是3-2，这也是中国的第五块金牌。这样，张继科、王皓就以11-3、4-2的大比分战胜了许昕和马林，赢得了第16届广州亚运会男子双打的冠军。中国队呢，现在在乒乓球这个项目当中是获得了5块金牌，明天呢还有男女单打的2个项目。那么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先为您介绍到这儿，稍后请您继续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冠军这些运动员在混合区的采访，看看他们是怎么说的。